耶。呼，来下来，怎么耶？呼一下，要呼的。呼，得吃了怎么呼哦？你要得吃了才呼。得吃了才呼是吧？拔哪个？拔这个，拔下了吧。他录卡了，咦，不卡了不？那是那个娃娃听的，看了哈，玩哪个？飞机啊，把这个飞机啊。那等一下，来，嗯，让妈妈上去，我在下面等。坐这个好不好？坐这个。脚撑下来，脚先撑下来，来，放下，手放了，手放了。哎，对，来，谢谢，爸爸在这里等你。爬上来，好不好玩？从这里爬上去啊，爬上去，爬上楼，爬，爬上去。这里不能爬，爬不上。啊，这爬不了是吧？爬不了啊。佳颖，爬吗？爬哪个？爬哪个？过来，过来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有，你会爬。来了，你看表哥，上去，来，哇，这个好快哦！好，你看我也滑下去了。妈妈就可以滑。哇哦！滑梯，滑梯，滑呀！坐，坐坐，坐坐。你从这里下吧，这里。滑梯，滑梯。从那里走啊！里面有表演，什么看表演去？里面有表演，苗族表演。你也过来吗？你也过来吗？过来这里。我来了，我要上去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啊！说到我台上来一起来参与我们苗乡动态的打字吧，当然了，想拍照的朋友呢，现在我们都可以走到舞台上来拍照。我们啊，我们的舞台啊，我们的前任，那么就在他们大山深处的苗乡动态呢，我们的交通并不是很便利，那我们啊，在他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啊自己的阿爸妈呢也会用我们自己最传统的方式，也就是给我们的会客啊送上我们的腊肉。为什么大美前东南会有这么多的文化？因为我们大美前东南呢是一个英文的海洋啊，光是我们啊大美前东南啊苗乡侗寨里边，我们的苗族和我们的侗族他们的穿着方式都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在我们那个代理方啊，就非常的重视我们的茄子了。好香哦！准备，开始，还有那个花生丝，好吃的。准备吧，开始吧！哇，坐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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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个辣，这个辣，那个辣椒，哇，这个，喂，这个鱼，好丰盛的。